你再飞高一点我就安。水貂警察，水貂警察，水貂警察。水掉了，刚、哦、水掉了。投放点是那个红红的吗？哦，走喽、嗯，走喽，我要票喽。我安奈夫啦，没有啦，哇，直接爆喽！要是坠毁不算啊，啊，当然当然不行啊，不能坠毁啊，直升机不能坠毁啊。等下那里会有直升机在那边降落，我应该不能直接跳来会被绞到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画面好晃啊！咻！我下来了，我还在飘，我还在飘，还在飘哎！铜牌，白金，杀很多人啊！哦，三万。噔，四十七，一四七。我们差不多在解一个任务吧，一个小节。嗯，经过好快。我们刚刚解完前置就差不多快九点了啊。对啊。哦。嗯，然后刚刚我又当掉，所以又重来，这跑蛮多时间的。哦。想干嘛、啊？跑好快，跑好快！我赶快往前跑，来、啊，找遮蔽物，先找遮蔽物再存钱。哎、欸，不行，那不能拿枪，那不能 拿刀可以吗？拿刀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来啊，对决！我来帮你们灯照灯，我来帮你们照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来、啊，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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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同一个帮会里面不会有伤害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难怪打不到你，最好用撞的啊，撞的也扣超少血，就像刚刚粘蛋粘不死人一样啊！阿菊怎么在这底下？那粘不死人一样啊！走开，越越越，干嘛？经过经过经过，哦，看到了。我中招了，我的，只对自己有用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 ，What the hell？ 嗯，等等等等，因为只有借四个东西，不会破坏车子。你开个车门，你想把车门弄掉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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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开车门就好。然后门开着，你要丢进去哦。是在看，好好好，会被烟雾车。关门吗？开车喽！哎、欸，你掉到另外一边了啦！哎、欸，怎么滚出去？你丢出去了？滚不进去吗？你是用丢催泪瓦斯吗？还是烟雾弹？催泪瓦斯。我真的丢他啊！他要滚出去，滚出来了啦！啊，烂透了！哇，他这么凶！哇，催泪瓦斯没有用啊！他还是那个啊！哇！车爆了！车爆了！车要爆了！车要爆了！不是啊，另外路人关他什么事啊？我不知道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关你屁事！他可能看到哎、欸，在打架，我也来打架。伸张正义是不是？啊！正义魔人，我被撞死。老大，你怎么死了？老大，我只是过个马路就被撞死了。再不看马路啊！就你这种人。来斯特，莱斯特已经打电话了。左下角什么手游？字幕 land。
哎，接下来是，嗯，好嘞，终于，我靠，这么有心哦，哇塞，啊，有啊，哎呀，好了，可以进哦，超蛮屌的，嗯，我们走吧，600块，贵，为什么你要付钱？我不用钱，为什么你为什么？我解那个信不用钱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最近解信都不用钱，还是末日解完就不用啊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哇靠！我现在解信都不用钱，有没有王法、啊？开外挂，真的外挂、欸！开外挂，你把城市关掉好不好？我没开好不好？好啦，都好啦。哎、欸，我这次有问哦、喔。好，而且先前的交易等待中、欸，哎，买不了的东西。好了，好啦。他现在有时候卡那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嗯，那个好像你去战局里面买东西买过以后，就可以解掉那个状态。哦，嗯，再开外挂、啊。他说那个 GTA 外挂启动中，请加 QQ 群。外行人，希望之人。旁边那个还是好出气哦。哎哎，繁星 ready， 挑衣服。开飞喽！这一关是要飞的、哦。嗯，车飞行车，要贴着东西。我们要去偷资料。好像是这样吧，我觉得这很长哦。车子、船跟巨型的，哎，有没有司机、哦？有没有司机？谢谢司机，在老大旁边有经验加倍。谢谢司机，啊，老大，老大要走了。哇、啊，车门怎么自己用人给撞爆了、啊？哇塞！啊，我帮你司机，好，各开各的。Bye。啊呜啊呜呜呜呜！你猴子摔得不错，摔得不错，还是不是我的车？好喽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样子翻？哦哦！好喽！哎、欸，所以这个车子开出来是粉色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？还没到啦，急耶、欸！没有想，我们粉色进去是粉色出来吗？你就这么喜欢粉色啊？车队呢？哦，是嘿嘿嘿，台湾大车队。走喽！这个是一定要有那个吗？设施才能买吗？有设施才能解这个末日？没有，我是说这台车。你要解过末日抢劫？哦、嗯，可以买了。没有，是你的剧情。干，所以我要买设施，要我自己剧情过。我记得那时候、啊，我那时候想买的时候，好像剧情没解到就不能买。那、啊、可是如果吃你们的剧情嘞？我不知道，你可以等一下看看。哦，哎、欸，他骂你，我要下车打他。不要那么激动，冷静。骂我们老大，没关系。你可以骂杰克，为什么要骂我们老大？然后等杰克当老大了。你可以骂老大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对你骂我们老大就好。我说，哎、欸，是、欸。你可以开远一点吗？没地方出门，老大。好了。把你停在垃圾桶里面。我来了 ！What the fuck？ 我的是粉粉的，我是全粉的，蓝蓝的。我的屁股有红红的，这才我的。哎、欸，停外面一点呐、啊！我干嘛啦？停外面点呐、啊！考验技术，考驾照啊！哎、欸，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按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哦，好方便多了。按什么？按什么？就是跟我们跟那个我见的那么哦，我们的飞行车一样。啊你是你有调什么吗？
我就调调那个啊。哦，可以选择哦。哎，没错。那是不是有那个四速啊？现在可以飞吗？现在还不行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一人追一个点哦。我去跑，我去追 C， 我去 B。我去追 C， 我去啊！我什么？我是 A 吗？哎、欸，哈基应该喜欢 A 啊。啊？那你要几啊？我 A 我 A 我是 B。好吧，那我 D。我 B。我 D。哦，好。我以为你要说 A B C 那个对。我干嘛？我是猪，这样吗？对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在上面吗 ？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我、哦、看到 C 了。哦哟，他是不是要靠近他，然后用什么东西啊？我记得好像是贴，是贴他旁边，左右边贴着，然后干嘛？嗯，然后读取他，读取他。哦，这下怎么读取啊？按靠近他，所以很目标，我、哦、读好了，读好了。那就把他毁掉。嗯，不要站他后面，会有人开枪打你、哦。后面会有人开车门出来哦。入侵目标，我结束了，我这里结束了。好，好了，拜拜。我这里也结束了啊。Hello。哎、欸，借我贴一下嘛！毁掉了。现在上哪边啊？毁掉了。贴完就可以毁掉啊！贴完就可以毁掉了。哇，快死了哎、欸！干、啊、嘛啦，少女？哈，没事，我不小心下车了。怎么了？对你车子不太满意吗？不够粉吗？粉粉？不是不是，我突然，因为我想说。按那个E还是 F， 然后射发那个飞弹，哎、欸，然后好像都不是，是要再去海上啊？破完比较便宜。对，接下来海上，哎、欸，还有哦，悬浮功能有咯，那怎么飞 ？AK 四，那一样吗 ？D， 那我 A， 你不能飞起来啊？还是只能悬浮而已啊？欸、可以先悬浮而已，他会一个一个解放给你，解放哦。对，会慢慢解给你。哎，车队。那 A 跟 B 有谁？我 A。那我去 B 咯。好。我可以不要悬浮吗？好滑哦。你可以先降下啊。哦，你看他有撞到人的，哎，开始。这是浮在海上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他是对。好。好，我去 D。哎 ，D 是我。B 啊。那我去 C。C 不是有人吗？没人 C 啊。啊，那是谁？等一下，你们谁什么 ？B 啊，我 A 啊。哦，好好好。所以我 C 啊 ，C 啊。好好好。杰克，你到底你想通吃是不是？来，都给你。没有，都给你。不要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你不是小孩子，都给你。哦，你干嘛啦？不是我，差点把上面的人杀掉啊。吃个饼干。走喽！有点小远啊。哎，开始。小 B B， 我来了。你在想是什么？B B 啊，他就是 B 啊。小 C C， 小猪猪，我来喽！来喽！哎，谁？你为什么还没读取完就把他打掉不行哦？谁要把上面的枪手打掉不行吗？杰克，不可以把枪手打掉吗？杰克，我没有把他毁掉，他东西还在啊。杰克，不能把枪手打掉哦。他就是那个东西。哦、你要读取，读取他，你要读取他的脑袋。哦，好，嗯啊、感谢礼物。我小时候那个枪手很机车。这台在暴君二出来前基本上是代步用的。哦，所以暴君还是暴君二比较好，好吧？可是这台是双人座哎、欸。对啊，人载人。嗯，
哇，听着都完美。我的小粉红龙，小粉红是哪一台啊？这台吗？哎呦，这这么激动！我现在已经可以飞了。嗯，我所以现在是一样一样一样是什么？海上吗？好，海上海上就海上。小猪猪，我来了，佩佩猪，小哔哔，暴君二出来他就没价值了，他价值就双飞啊，有啊有啊，有啊，还是有可以载人啊，对啊，载人还是有差啦，咦，对啊，你看你骗一个妹子来 GTA 说我可以带你飞哦。那你双飞哦，他还说怎么可能，然后就飞给他 看, 给他看又开直升机飞给他看嗯哦哇这个就会不会出挖地基之类的、啊哦悬浮，走喽！啊，好飘啊！一样是 X 哈，嗯，一样。啊，抱歉，悬浮功能有点飘，这台比暴君二难控制多了。这台太轻了啦，很飘哎、欸，它。嗯嗯，开一开就翻了。我到 B 旁边喽。等一下我离西靠近，进进进，嘿！要 kidding me？ 哎呦 ，BB 你这样子不行啊！好了，拜拜了。A 还没人去耶，他好像。